数十辆重机排列整齐，慢速通过，接着一辆辆的吉普车也来过桥。这座超大平安桥，连货车都可以通行。现在来过平安桥，迄度啊，看市啊，外口迄度位啊，做了看会好。这位饲料公司老板特地赶在过年前开货车来过平安桥，讨个好运气。原来嘉义县这间庙宇为了因应过年人潮，特地打造这座超大平安桥，让车辆也能通行，信徒不用下车就能过平安桥。这经验很难得，从前都没有过。伊是讲叫阮爱办一个人车开运平安桥，安尼，让大家过桥，安尼，让人过来平安，车过来顺遂。如此，庙方还大方提供创业基金，信徒只要把杯取得神明的认可后，就能得到66000元。另外，在高雄的一间庙宇，庙方为了不想让民众辛苦排队点光明灯，专程开发了一套云端点灯系统。可以上网的话，会大家比较容易去点灯，也不用一直在这边排队了。啊，有当时伊讲啊，我住美国啊，要等下点一个灯哦，啊，一坐飞机钱遐济。啊，所以哇，阮嘛，这拢是阮熟客的方向。想点灯不用人挤人，只要滑鼠动一动就可以成功登记。农历新年即将来临，讨个好彩头，不论是线上点光明灯，还是超大的人车平安桥，只能说现在庙方的服务真的越来越全方位。记者侯广元芳嘉义报道。